六四事件在强行镇压后，北京市公安局发布通缉21名在逃学生。依序是王丹、吴尔开西、刘刚、柴玲、周封锁、翟伟民、梁勤敦、王正云、郑旭光、马少芳、杨涛、王志新、封从德、王超华、王有才、张志清、张伯利、李璐、张明、熊伟、熊燕、